天的话，很可惜我没有带相机，也没有带 GoPro。那现在是我冲完了，我拿手机来录一下，说一下今天的情况。今天是我第12次吧，12次还是13次冲浪。然后今天我觉得冲特别开心，冲的最好的一次。然后大概有站起来冲，一直这样滑冲过去，有大概有10次，至少有10次。然后呢，同时我又有大概踩到10次左右的那个魔鬼鱼，就是今天魔鬼鱼潮特别低嘛，然后平时没有踩过这种感觉，这次踩就是一下水，就是一脚一踩到那个水底下，就感觉踩到一个软绵绵滑滑的东西，其实而且还会动，那就是魔鬼鱼，真的有点危险啊。如果是不知道的话，还是这样走的话，就很容易被叮到。我上回被叮过一次。那今天的话，真的是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站起来了好多次，就是真的是有史以来冲了那么十几次，之后今天是冲的最好的一次。最可惜就是没有视频为证。下回我再带相机找人从岸上拍我吧。好，今天我就这个视频就发到这，谢谢，拜拜。